的红星和你一起跳动，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，你迈开绿灯的步伐。近日，82岁黎双江现身山东某商演现场。舞台上，黎双江身穿一套黑色西装，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，卖力的演唱《丁香啊丁香》《北京颂歌》等经典歌曲，有时还会小幅度的做出一些舞蹈动作。他还讲述了山东德州的历史变故，现场台下的观众都十分热情，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拍摄，掌声不断。演出结束后，黎双江有几名工作人员贴身保护。近来，黎双江可谓是演出不断。此前，他还曾被拍到在淮安进行演出，饭桌上也要高歌一曲。只是随着年纪不断增加，不少网友评论称感觉到演唱时底气明显不足。黎双江作为知名歌唱家，曾经也为观众带来无数经典作品，如今他已经很少出现在荧幕上，希望黎双江能多注意身体，好好享受晚年生活。